完大冰奶，男友终于要 get 了。等一下，会不会不知道聊什么啊？进入暧昧期，这时候相处每一步都让人小鹿乱撞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唱歌好不好？可是我新歌都不太会哎。哎，他应该不喜欢我吧？天哪，我五音不全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。哎，那你平常都去哪里逛街啊？东区、新一区，你呢？我也是。嗯。该不会觉得很无聊吧？那你平时都看什么电影？我喜欢看喜剧。我也是。这么巧。他该不会觉得跟我聊天很无趣吧？我去一下厕所。这么近距离，妆脱成这样，一定吓死吧？豆豆，我们俩去找那个很有名的算命阿姨好不好？可是我不能太晚回家哎。才下午一点，还这么早。下午脸就变得又干又暗，真不想被他看到。算了，还是当普通朋友吧。完美的恋情就不该跟时间谈条件。我们俩去找那个很有名的算命阿姨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们走吧。